你好，思乐，别太拘谨了啊！是啊，我们俩是故交了，前些年我在海外办展，小天可是帮了不少忙啊！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来坐下聊吧啊！哎，坐坐坐。王老师，思乐是一个特别有天分的设计师，这次在他来见您，机会不容易啊！思乐，有什么想请教、想问的吗？可以吗？说吧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真的谢谢你为我引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就请你吃个饭。好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忘了我老公说了接我，下次一起请，拜拜。没空也不用非要找个男的一起去吧。嗯。刚刚那个人谁啊？我朋友。嗯。干嘛的？不清楚，不过好像挺厉害的。哦。今天看展有收获吗？ 当然了，你知道吗？龙大师居然亲自来了，哇，天哪！说起这个，我可得好好的感谢一个人。感谢谁啊？就是我刚刚那个朋友啊，他跟龙大师交情很深，所以他把龙大师单独约出来跟我见面呢。那你这个朋友真的挺厉害啊。可不是嘛。 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有机会向龙大师请教，这对我真的是太有帮助了。而且你看，他还帮我跟龙大师合照了。来看看。哎呦，开车！啊，嘿嘿，嗯，天哪！回头我一定要把照片洗出来，挂在墙上。没这个必要吧？他拍照又不好看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呀，看都没看。那就是你不上镜，拿。